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ric， 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我们的高雄异想店的阳光皇后 Sunny Queen 意式餐厅，意大利餐厅餐店。好，我们现在走进来看看，哇，这顶级板腱牛排耶，非常非常的可口美味。我们现在走进里面的装潢呢，真的设计也都是非常的走精致路线，典雅。而且呢，我们这里每个月都会有定期呢安排寿星来用餐的一些优惠折扣啊。好，欢迎呢，有空可以来，甚至有送烤鸡翅啊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不同的餐点，每个月都会让你有惊喜 surprise。 OK， 来这边用餐心情就会很舒服，因为我们里面的整个气氛氛围非常的舒服。你看一下我们的餐点是不是很棒，哇，有意大利面，有餐包，还有这个哇沙拉薯条跟我们的整个牛肉，哇，真的是非常澎湃，吐司啊，这边有看大家吃的。今天跟卢米去做场，特地赶回来跟大家聚餐。这边有机器人啊，送餐点给大家。好，我现在就吃给大家看，我先吃我的开胃菜，我的沙拉跟餐包跟我的汤品。好，欢迎大家有空一定要来到我们的阳光皇后 Sunny Queen 来用餐，这个氛围很棒啊。